如果听得出来，代表不是我的知音。容易吗我？笑得哭到痛。我就是要你忍耐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雨滴蜜。今天来接受吉星横歌大考，但现在看到这些关键字有没有比较有感？有一个蛮有感觉的，因为我们最近发了《池塘怪谈》这张专辑，里面阿福写了一首歌，先说先赢，他送给我的，所以我现在写了一段送给阿福。哎，哦。中线接平等，只有你超重。哎，就飞。他唱完了耶，你结束了？唱完了。我结束的比较快，不好意思。我们可以就配合一下，现在是大家都超重的小乐器吗？哦，这要再一次啊？好，没有问题。中线接平等，只有你超重，我就飞。哈哈哈哈哈！还在唱雨滴蜜哪一首歌吗？如果听得出来，代表你是我的知音。好，我来，好，你来，我要选这一句，旋律呢是取用我们的专辑《池塘怪谈》里面的，什么要不是有点卡住台这个旋律，没关系，蜂蜜人生，哦，对。雨是呀，心雨滴。过了几天就不听。谢谢，不错。那我们的阿福，我觉得阿福有被强调的感觉。啊，那我要唱那个回应一下嘉凯啊，就用在世界尽头大声说我恨你的最后一句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，我就肥，我就肥，不然怎么样？哎，我花了这么多钱把自己吃的不容易，减了多可惜。两位选手，阿狗靠你了。我就是个朴实无华的 rap 手。我比其他皮的黑辣椒，我的背后的智慧帮我变成了冷淡。我已经不会被你欺负，变得自我比我的人生变得太低了。你参加过的我不会被人嘲讽，我变成了冷淡。你已经不会被人撞到，帮我做不行。我就是要你。来。各位粉丝们，刚刚你们所听到的所有的唱歌的都证明了一件事，就是我们不是主唱， OK？ 如果你们真的想听到好听的歌声，请去买池塘怪谈哦，谢谢。以上就是让大家体验平常我收到的 demo 是什么一个状态，对， OK， 可以变成现在这张专辑，真的是不简单，彻骨啊，容易吗你？容易吗我？容易吗我？笑得哭到痛，什么笑得哭最痛？哭得笑才痛的，对。想看的更多，请追踪 L 台湾。